殿下，该用膳了。今天的膳食新奇的很呐。听闻今日的膳食是新来的厨子做的。回殿下，正是珍馐坊新晋御厨林小小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殿下，这是包饭。包饭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将肥肉、姜蒜搓入豆大，拌饭后用生菜叶裹食之，便是包饭，是民间百姓最爱之物。你把这一团绿油油的菜包给本宫上来，你是当本宫是驴吗？你是上菜是把脑子放在厨房里，竟然给本宫做这样的东西！殿下息怒。 还请殿下品尝后再做定夺。对，殿下要不先尝一下。你把脑子放在厨房里了吗？来人呐，把这个林小小赶出宫去！